这个有一本书叫做《欧巴桑经济学》，其实欧巴桑是消费的主力，所以真的不可以得罪，对不对？哈，家里的财政大臣，如果一个节目女性观众越多，那个节目就表示广告会越好，对，没错，好。那再来就是电视台真的会比较喜欢啊，观众是女性，然后大概在15岁到70岁之间，这个是被认为是比较会消费，这个消费力最强的，对，认知就是这么大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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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5岁，我妈妈有这个功力，15到70岁的女性啊，对，这样。因为男生很多男生普遍不太花钱，那不就是叫莫塑胶出门跟他炸过。那是查某人你烦恼啦，一般你厝的拢是安尼哈。好，那这个这个欧巴桑经济学主张，欧巴桑一词被认为是有歧视用语，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揶揄，或者是对外貌的一种特征的描述。那根据有一个日本作家叫远藤芝芝，他的女性称呼大研究，从辣妹到欧巴桑这一本书，想不到这个是一本书，而且是这样研究的，你看，他直截了当的认定欧巴桑跟欧伊桑是歧视用语，所以有人跟你叫欧巴桑，会使免惨伊，对，他你可以甚至白他眼，对不对？歧视嘛，对，欧伊桑我们也不要叫人家这样。而且把中高龄妇女这个族群统称为欧巴桑或大婶，这夹带有厚脸皮、不知羞耻的特殊意义。好，对，它有贬义啦，它有贬义。所以那叫大婶大婶，我还讲你尽量也当个回绝了哈。回绝，对。那虽然欧巴桑有歧视之嫌啊，但是在台湾，你嘛是口气也很重要哈。如果是欧巴桑，最后我们同事说尾音很轻，那就还好。欧巴桑，还不是一样，哪有尾音轻这个问题？日本就是用这个，日本就是尾音在表示尊重。我一共尽量有差，我们四音都一样。因为咱台湾为阿杰，阿杰啊，哦，阿杰啊，那就是年纪差很多。阿姨啊，阿姨啊，跟阿姨。那个又差一个世代哦，但是没有欧巴桑，阿姑，阿姑啊，阿姑啊，阿金，金啊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廖辉英，辉英啊，好，那怪怪，跟他辉英啊踩的，好，那廖老师认为欧巴桑会常会出现的行为就是老棒横行，高修哦，老棒横行这个画面呢？我是老棒横行是很厉害的哦。你看很多老棒，虽然我是觉得啦，虽然不会生猪了哈，但是也不用横行。我觉得有些欧巴桑在指责人家在管理别人，都很就像他是理直气壮，而且好像他是应该管理的样子。你别看渡轨的公车上，有一次就坐公车嘛，那车子就其实门已经关了啦，要开走了，结果大概那个欧巴桑大概从前面一直跑过来，那司机看他跑成那样子，就又打开门让他上来了。他上来就直接上来就坐在那个中间的位置，因为前面没有那些他可以坐，他坐中间的位置，结果司机把门关了，看他还没有起来要刷票，他就跟他讲说啊，你要刷卡、啊，他就很大声说。你无看嘛，我穿咖那种，而且没票就是啊，就，现在挂起来，我干嘛给他交票？对，他其实讲的也对啊，一张我穿咖那，你干嘛马上给偷黑的我？而且那个一逼就是哀三声的，对不对？三声无奈，伊都不爱哄知影讲。65岁，那么对了啊，所以那大家都有的偷笑，有的就反正有的就觉得。他虽然很横行，但是有道理、来，横行老棒第二例是什么？好，
我今天住在一个那个。我讲起来哦，这个人叫老棒，现在是对人嘛，这么准。我根本我高天嘞，我自己也是老棒啊。我高翻天，高翻上并且高后天。可是我们不当面叫他，就说他的行为已经像老棒那种。没有，老棒生出其实嘛是不好听嘞。但老棒生出五高啊。我意思就是说，有人常常在。你亏一个老查某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？老年纪大的女人说，老棒怎么能够生猪？啊，个娶一边冲一下，娶一多等，就是断子绝孙这样的意思的。有个母亲就骂他儿子说：“啊，你李高伟娶一个四十高伟，吼，啊，你母啊，唔着。”寡妇，就那个你，翠花，翠花，我老婆我对你啊，我对你啊，你做有感觉？没有啦，你各位会所都爱喜欢温暖面，你干嘛？没关系，我明天要娶一个二十九岁的，没有娶的，我没有娶的。哦，你更小了，阿公的话都未记，笑笑都未记。我老婆生出了，你才够娶四十，娶四十够了，哎，一定。摸上也心呀嘛，哇！我现在有一个妈妈，真的是，她是寡妇，然后她儿子要娶一个，她儿子在传教士的哈，要娶一个四十九岁的教友了，啊，她妈妈就哭了，说她已经是寡妇了，你又娶一个四十九岁未心的，哎，你这样给举一个例子说，我捌一个查某囡仔，五十八岁生一个查某囝，吼，哎，因母虽然听了眼睛有点闪一样。有一辆，但是他觉得五十八岁没啥可能哇，我四十九岁都没去啊，那我可能五十八岁去生囝那样，就是说寡妇的儿子又娶一个这个不能生的，但等于说他又寡妇，等于说他们就是一代就没了，就传了就没了，啊那样，所以老棒生猪，其实我感觉哈，有点歧视，啊有点。揶揄有点，也有点称赞他，哎，没败嘞，人家老外公要搞嘞，对不？老棒生猪，那我觉得负面的居多了，负面的居多，但是我这里讲的也是负面的居多，但是我们不是要去骂他说你老棒生猪还这样子，而是说当你是老棒的时候，你被人家就会有很多亏的机会，所以要注意自己的举动，不要过分的言行，不要过分。好，譬如说你不要什么都管，你又不是大楼管理员，都大楼管理委员会，对不对？大楼管理委员会所列的每一条，我们都有遵守啊，哈。因为那个大楼的大门每一栋都有一个条子，就是说，当你开门以后，请你把门关，随手关门，这样才能有什么安全。那我们刚去当然很乖啊，就随手关门嘛。哎，突然听到后面啪啪啪啪啪跑的声音，然后很快还就按我们的门进来，他居然有钥匙哎。然后哎，我在想哎谁，我就回头都看，原来是哎我。我说安怎？伊讲你先啦，啊，阮人坐伫遐，你甲阮关门。我讲哎，你有看到这条哦？我就叫伊安尼行啊。啊，恁坐伫遐咧讲话。啊，你呐有锁匙，你就家己在遐人开着啦，啊对无？对啊，真的是问题。真的，真的有啥物问题？对啊。伊讲，你唔知方便不方便的问题是哦，啊，就一直骂哈。我想，我不想理他，我就因为我戴着帽子，戴着口罩，我就不想理他，而且是新来的嘛。啊，我要走的时候，一个是三四十岁的男生，也是戴口罩进来，看到他这样，他就说：“你就关门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们是别动的。”他们小孩在这边玩，然后小孩从我们大门进去，从一楼玩到二十四楼再下来，谁的大楼谁住的楼要让小孩子这样变成公共的游乐区？意思你是玩老棒啊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位老棒管的太多，他又不是我们那一栋的楼的楼梯的人。那你就希望你的孙子在我们大楼玩，为什么不到你隔壁大楼玩呢 ？OK， 好。所以那个男人替就是他认为说。关门是对的啦。OK， 好。那我认为说不是很正确的事，不是很正确的事，是老棒棒的特征呐，典型的欧巴桑公庙啦。你们打断他了。